3月11日，贾小晨首次在微博晒出女儿的正脸照，并附文：“三八妇女节那天，樊先生真的跟剧组请假回来和女儿过妇女节，哈哈，好了，我要继续去伺候小主子了。”照片中，樊少皇单手抱着女儿小范兜，不仅姿势非常标准，另一只手还特意做出加油的手势，看来这是要为女儿努力挣奶粉钱的节奏呀。而父女俩这同款加油的手势也是非常温馨了，有木有？从照片看来，小宝宝也是遗传到了爸爸妈妈的好基因，虽然脸部被遮挡了一部分，但是仍能看出水汪汪的大眼睛和清秀可爱的脸庞，加上小肉手小肉腿，简直要萌化一众网友的心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早前贾小晨都是分享女儿的局部特写，正脸这还是第一次。贾小晨首次晒出女儿与爸爸同框的正脸照，还故意把妇女节写成妇女节，也是非常调皮了。不过也看得出来，老公能请假回来陪自己和女儿过节，贾小晨的心情也是相当不错啦。